大家看看啊，这个就是老百姓都看看，为大家修点屋子多难啊！你们看看，这有一根那个，对，我们就是我们最大的。你们看看啊！半路水，这个位置，挖掘机进行了挖掘。这个位置就是我的三娘、三大爷，还有我妹妹，还有我两个外甥，这是一家五口，从这个位置没了，到现在也没找到这价值。关于涿州这个补偿，现在已经有明确的消息了。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我跟我爸的聊天记录，我爸刚给我发的，让你们看一下。现在保定大那那阵子叫拍照那抓的，不叫动人拍照。嗯，那第三方拍照才算了，你自己拍照不行。嗯，都是一个乡一样。说一下涿州，现在我们那儿水已经下去了，然后那出现好多车都坏了，然后水泡了。有的不是我们那儿的。然后上面有电话的都给车主打电话了，反正有的车主离得老远了，然后车都飘过来了。你看这房子，你看这古董房留的，这结合第三套第几套房子留这儿。看这工厂都是野生，这房倒了，这么长时间了，也没人管，这叫什么事啊？瞧瞧，瞧瞧，没人管我们，这后边全部都是大海，你知道吗？孩子都没有地儿去，你也别看看去。小孩有衣服穿吗？没有，都冲没了，就这点衣服呀。我姑姑家孩子，孩子也没有衣服穿。收拾他妈好几天了，依然他妈破破烂烂，操！还抢人的房更严重，抢人的房。兄弟们啊，一场无情的大水淹没了我的家园啊！看这个造的，哎呀，真腻，看着脑瓜都疼，对吧？真恶心。看着房子蹭吧，这还能敢住吗？这水现在还没有全下去，这房子进来都已经成这样了，所有的墙全都裂了。我现在在涿州翡翠城这个小区，它是当初受洪灾比较严重的小区，它现在有电有水。像北二环这边，现在西谷、名流风景洋房、名流五期都是只有电没有水的情况。107这边水榭春天小区受洪灾影响出现塌方现象，现在只有电没有水的情况。全花城小区没有电没有水，里面有供应车提供水源。天龙湾这边也是当初受洪灾比较严重的小区，现在是只有电没有。说实话，前两天我们家在我们村好几块地方都被淹了，我当时没有这么难过，但是我看到就是很多人自发的给我们来捐物资，然后我们村的年轻人都在这里帮助大家。我们接下来要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我们村灾后重建的问题。我们村水深的地方都已经两层小楼都已经没了，反正木地板是全废，木地板橱柜全废啊。你说多惨的泥，怎么这么深的泥啊？哎呦，跟进了可不这么深的泥、啊。当时你们去在哪儿住的呀？当时就在这儿住了，这住了这，现在去雨捞干杯，就把老头老太太弄到。